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阳明山之旅，下午要走访四零炮阵地。四零炮阵地是近年来一处新设的景点。哇，湖山路一段48号，很典雅的日式建筑。前面这边往第二停车场。旁边这边就是往四零炮阵地的步道路口。前面有个观景平台。先过去看风景。大屯山。观音山，四零炮阵地步道路口。到了。还要起头。里面有个卫兵哎。口令啊，你要讲口令啊。里面有卫兵哎。口令。我爱你。白痴啊。这是放弹药的地方。四零炮。抬起头看，搜索敌机，瞄准敌机，击落敌机。哇，单兵注意，正前方敌女匪干一名。白痴啊！四零炮阵地军舍。排长室，前面通往第二停车场，这边有个溜滑梯，看一下，真的溜滑梯，你要玩吗？可以一路溜下去。我们离开四零炮阵地，继续走往第二停车场。哇，这樱花树都开绿叶了。不过这段步道还是蛮宜人的。我们就一路走往第二停车场。上来了。
茶花。这一棵树是民国70年蒋经国总统种植的。哇，白杜鹃。这是我第一次逛第二停车场后方的杜鹃茶花园。哦，感觉还不错，我们就一路散步下去。哇，杜鹃茶花园里面也有樱花，漂亮。阳明山国家公园真是处处充满惊奇，观景亭到了。我们继续往下走，走往湖山路，这边的步道真的错综复杂，我们就一路往下走，下面就接湖山路了，下山了，刚好绕了一圈。我们绕了一圈下山了，那今天下午的阳明山士林炮阵地第二停车场杜鹃茶花园之旅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